哎，表哥，小表嫂怎么没来啊？她来不了了。来不了了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大海，我来了。小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依依，你好酷啊！哎，依依，你等等我。前面就是海边了。所以呢？你不能再去了。你还有事儿没事儿？你让开好吗？我不让。我让你让开。就那个。哎哎！我哎我。来这谈恋爱呢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所有人来我这集合，我是本次夏令营活动的向导，大家可以叫我杨向导。由于大家是第一次入营，接下来大家跟我到那边去，我会安排大家。